当然是恭喜国小的孩童，今天快快乐乐提早来庆祝儿童节。校方在家长会赞助下，邀请13个夜市的摊商来校园内设摊，和小朋友免费佚佗，和孩童庆祝这个属于因的节日。因为我们大家知道4月4日是儿童节，那儿童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。那在这个儿童节呢，我们今年是特别设计的，让小朋友快快乐乐的过一个他们自己的节日——儿童节。公司可就即使所邀请的游戏摊商，拢经过校方的挑选过，游戏项目会当促进学生的体验和体验。我们呢，今年是家长会呢特别很热情的支持我们哦，提供了一些经费的补助。那在经过老师的设计之下呢，我们邀请了在夜市相关的一些体验活动的厂商来学校办理这个活动。那整个活动的项目内容总共有13个大项，那里面呢有让小朋友去体验他的小肌肉活动、大肌肉活动，还有一个手眼协调，很多益智类的活动，让小朋友真的很亲自亲身的去体验，然后呢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儿童节。今天要上课，可以当玩游戏，恭喜国小的学生是相当欢喜。今天学校跟你们庆祝什么？儿童节。还喜不喜欢过儿童节？喜欢。恭喜国小这次的儿童节庆祝活动，虽然有安排13项游戏，但是敢若让学生耍10项，学生希望借此培养孩童选择甲决断的能力。记者尤明伟采访报道。